谁都知道王思聪女友不断，一些网红很快就成为过去了。近日有网友偶遇王思聪和网红焦可然一起共进晚餐，照片中焦可然任由王思聪点菜，自己在乖巧安静的玩手机，点餐后两人热聊满面笑容。据悉今年七月焦可然的前男友出轨，最终两人分手。而在今年九月，王思聪与演员陈雅婷爆出恋情，当然吃一餐饭也算不得就是女友，与异性朋友吃一次饭也不算什么，大家也不必大惊小怪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